嗨，我是阿美族人啊。那这支片子是很纯粹的在写阿美族的故事，所以他的语言也好，他用母语的，用阿美族母语发音的啊。然后加上他是整个用我们的族群性格啊，因为我有拍纪录片十几年的经验啊，所以我常年一直在记录阿美族的文化，所以说我就比较容易进入。很关心原住民的议题。那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媒体想要对您发问，请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帮我说一下你的得奖感言。得奖感言。感言啊。对对对，就是再讲一次。哦，就谢谢所有参与这次片子的朋友。啊，不管是演员或工作人员，几乎都是阿美族的，然后几乎也都是素人哦。包括我也是第一次拍这个剧情片啊、哦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都不计较，那个薪水之类的，因为我老实跟你们讲，我才从原文会拿到75万的补助啊、哦，其他都是自己想办法，然后每一个演员就是。全力以赴啊，每个工作人员也都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好感动。我觉得那个过程比拍这支片子都还要精彩，我真的好感动，好感动。所以我谢谢他们。那导演，有没有想要感谢什么？哦，我这个之前哦没有讲好，没有申请到100万哦就不拍了哦。因为我本来更高的期待里面有动画啊或者更多的后来放弃的东西啊，我连调光都是自己用非常三流的手法去处理的哦。那这过程呢，一直到没有，后来确实没有100万，但只有75万。我本来我老婆劝我放弃了，那我在想，这是我从小就很想做的一件事，如果现在不做，以后更不可能做了，所以就硬着头皮。然后我老婆在背后偷偷的标会来支持我、帮我，然后还有几个朋友哈，虽然为数不多，但是也是来帮助我、赞助我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些人，谢谢。导演，我们也希望你金钟加身之后，未来有更多丰富的资源支持你拍出更好的电影。对，要继续坚持拍好的电影，是，谢谢。再次恭喜导演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